Hello，晚上好。晚上好呀。对，回来就火速看了。谢谢，我是孩子的大闪和大闪。和大闪，谢谢我是孩子的大闪们，谢谢歪胆儿的奶茶，谢谢我是孩子笨笨小孩的大闪，谢谢一盒的梅花，好久不见。谢谢陪你看深入的大赏，对呀，是会动的我，晚上好呀，谢谢东东的奶茶。对呀，还是确实还挺久的。谢谢一盒的梅花，对的，今天我的耳朵贴得很好。谢谢六月九本九的巧克力，谢谢小白的大赏，是啊，太久了。谢谢二 Y 的荧光海，谢谢呆的荧光海，谢谢偶龙的大赏。谢谢嘟嘟嘟的玫瑰花，对呀、啊，我这个包包。谢谢小美的大闪哈喽，谢谢喵喵的荧光海，我的颜料和包包。呀，谢谢悠悠老师的皇冠，谢谢悠悠老师，谢谢悠悠老师。谢谢悠悠老师的皇冠，谢谢悠悠老师，谢谢悠悠老师，谢谢悠悠老师，晚上好。没有，还好，太久没直播了。不是啊，是卖家就是的，姐妹剪短呀。谢谢嘟嘟嘟巧克力，是不是我刘海？嗯，刘海今天让姐姐剪短。是呀，今天终于见面了，都在的，公演都是在的。对，今天就没做卷，就直了直了。谢谢两巴掌的蹦迪。今天是那个姐姐。一个新姐姐，是谢谢瓜妈盒子的大闪，谢谢 xxxxxx 高级马克龙，谢谢你的马克龙，谢谢你的饼干，谢谢谢谢谢谢太初的玫瑰，稍微新一点的姐姐，然后她当时给我说，哎，你要不先梳个半扎吧，然后给我摆弄着摆弄就弄成这个样子，但是也没怎么扎，谢谢。十年的大闪，谢谢 Ruby 的夜蝶，谢谢 Ruby， 谢谢你的蝴蝶，谢谢 Ruby， 谢谢谢谢阿奇的大闪，谢谢 Rich 妈的大闪，谢谢暗虫的大闪，有刘海，你们喜欢有刘海还是没刘海？谢谢土豆演看演唱努力赚钱看演唱会的蹦迪。今天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剪了的姐姐剪了的刘海，谢谢是个好搭的荧光海，谢谢漂浮宇宙的高级麦克龙，谢谢谢谢漂浮宇宙的饼干，谢谢谢谢，哎呀妈呀，
哎呀，马上去了。谢谢彼得猫的荧光海，谢谢阿奇的大山，谢谢婉婷的大山，谢谢旺旺雪碧的大赏，谢谢皮初姐的奶茶。是的，因为我头发长长了，然后姐姐就帮我剪了。谢谢空斯尼德煤块，谢谢四九的荧光大大傻，谢谢脆脆脆冬枣的荧光海，一起来吃三明治的煤块，谢谢太阳老师的皇冠，谢谢，谢谢太阳老师的皇冠，谢谢谢谢皇冠，谢谢谢谢太阳老师，谢谢婉婷的赞赏，谢谢阿奇的赞赏。今天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出来一点不一样，我今天眼影都没怎么涂，咱们就说眼线也很细一根，然后下睫毛也没粘，咱们就说一整个轻妆上阵了，就是今天脸上没怎么化妆。谢谢跳河的轮渡荧光海，谢谢啊糖葫芦的荧光海，谢谢跳河的轮渡大神，谢谢啥都会干的金豆的高级马克龙，谢谢金豆，谢谢你的高级马克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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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旺雪碧的玫瑰花。好了，那我之后就是尽量保持这个吧，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也是啊，对啊，粘耳朵这算什么大妆？谢谢不要青椒的高级马卡龙，谢谢青椒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好的，因为我当时想你们这么久没见我了，不然我就画的稍微就是符合一下你们平时想让我的那个什么的，然后我今天就这么画了一下。谢谢认证编台小羊的荧光海，没跑错，我们的 ending 就是要故意就是转圈圈跑，就是它是个抢椅子活动，是随机的 ending。谢谢小贺困了的荧光海，谢谢东东的蹦迪，谢谢宝福来的荧光海，谢谢星虫，谢谢宋高兴的高级麦克龙，谢谢。谢谢你的高级可能，谢谢谢谢谢谢双俊的荧光海，谢谢阿奇的大赏，嘿嘿，谢谢婉婷的大赏，我大赏，谢谢小弟的玫瑰花，谢谢真的不喜欢吃肉老师的丹娜，谢谢谢谢你的小猫咪。谢谢我，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很适合头饰，搞个头饰，但是我居然没有。谢谢 Ruby 的夜蝶，谢谢你的蝴蝶，谢谢谢谢谢谢正经小妹的四个大神，今天真应该搞个头饰，就是空落落的感觉，但是也还行吧。有耳朵就算头饰了。谢谢流水一线保镖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饼干，谢谢保镖，谢谢高保镖，谢谢赤彻雨阿的荧光海。好的，因为今天走的着急就没带。谢谢我你好我是发财的巧克力，谢谢咪糊的蹦迪，谢谢编台小羊的蹦迪，今天没跳绳，但是跳了公演了，我心想今天跳公演我就不跳绳了，有点太累了。谢谢稳住你灵魂的荧光海，谢谢九三的蹦迪，还好吧，我感觉体重我觉得没有。谢谢如何科学养猪的高级马克龙，谢谢养猪同学的饼干，谢谢。真的假的？你们在公演上看真的瘦了吗？谢谢时速400的蜗牛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饼干，谢谢谢谢谢谢。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肌肉的重量了，
因为其实体重没有很往下的变化，就没有瘦什么三四斤那种的，就是没有很严重，就是我的体重其实没有怎么瘦，但是我，但是如果你们觉得我外形有变化，那可能是运动的原因，对，紧实了就会，嗯，所以我体重也没有轻得很离谱，对的。谢谢脆脆脆冻枣的荧光海，有好好通风，我走的时候都把窗户开着。好的，确实这个是就是要看体型，对的，就是如果你反而就是很瘦的话呢，你就会后面更想暴饮暴食。谢谢依依考研版的荧光海，谢谢派盐的荧光海，谢谢婉婷的大帅。哎，怎么要流眼泪呢？你又不是没看见我今天，我今天要是没上公演，你再哗哗流眼泪，我这不上公演了。谢谢秃头少女的荧光棒，不哭。谢谢小喝困了的荧光海。哎呀，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在直播了吗？好多天了没播，本来是就是我那天差一点我就心想我要不要开个电台，但是我心想不行，我翻牌都没翻完，开什么电台？然后我当时就开始翻牌，翻到晚上。确实，这次是真的有点久没直播了，我都怪不习惯。但是谢谢是个好大的荧光海，但是我今天就不翻了，算就是虽然说又攒了好多，哎，而且我跟你们讲，我今天眼皮特别不听话，我左边眼皮当时就是翻了好几层。谢谢星辰的蹦迪学学，我今天要拍个抖音，虽然我感觉我这两天一直在发抖音，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拍什么抖音了，但是我还是要发，毕竟就是难得画的这么让你们满意，哼，以前的满意都是假的，你们就是对这个满意。就是谢谢蓬松小布偶的权杖，谢谢小布偶，谢谢你的权杖，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权杖，谢谢谢谢皮皮乖乖的大神。我知道啊，以前也是真的很喜欢，但是呢见到这个你们肯定就不喜欢之前的了。放心，这次之后呢我也记住了，我就会尽量的，就是也让也多多画画，让你们满意的这个。当然我自己也挺满意的，因为毕竟被你们夸了，我就很满意了。谢谢秋白的蹦迪，谢谢小贺困了的五个奶茶。谢谢是个好搭的荧光海，满意就好。谢谢大波 Q 的奶茶，谢谢 YYY 要好好的蹦迪。真的，我跟你讲，这两天我感觉要任务繁重，太繁重了。明天忘记几点又要排练，一直到二十号，我要一直忙到二十号，然后中间还有别的公演。谢谢不要青椒的高级麦克风，谢谢青椒。谢谢你的高级饼干，谢谢。去去去去，因为我们队要忙那个天草的那个公演，然后呢还有后面的那个十周年嘛，不是还有那个公演，然后我还要准备另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唱歌的那个，还有什么啊 ，Oh my god， 然后真的好满呀，救命！对啊，
谢谢鹿岛的奶茶，想想都好忙啊。那两首歌还在想呢。其实谢谢新竹猫儿定的猫孩，谢谢皮皮怪怪的奶茶，谢谢咳嗽药百搭烂的欧弟，真是有点特种兵。我这次突然回去找张老太太，也是就像跟特种兵一样的，主要也是太突然了。哎，不是吧，反正大概还，反正自己先选。谢谢婉婷的奶茶。我其实也没搞清楚，但是就是一会儿我再问问到底怎么个选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谢谢婉婷的奶茶和大勺，谢谢 ESC 的灵光海。献血，其实献血的话呢，我因为我之前 Taki 那个其实就是想想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是你一到晚上深夜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突然那什么。一般其实你来那些都是在晚上，你只要跟够晚。谢谢一两的巧克力，只要你够晚。哎呀，我今天后脑勺不知道咋一直像有一根筋绷着。谢谢瓜妈盒子的大傻，一直有一根筋它在绷着，哎呀，就感觉头好难动。好的，晚上会好好充电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闹枕，就是公演一半突然之间后面像有一根筋梗住了，然后整个这样连着就像不能动一样，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跳什么扭到了，我觉得应该是跳某首歌扭到了。对吧，这发型是姐姐发明的，她本来是要给我梳个那种贤妻良母头，就是半扎那种，然后呢摆弄了半天，我说就这样吧，我说行，那咱们就这样。谢谢人间台阶小原子的夜蝶，谢谢你的蝴蝶，谢谢谢谢你的蝴蝶，谢谢。好的好的，可以多多这样子，好的好的，这样我还省事儿了呢，我都不用让姐姐多给我费时间，随便就是这么一拉直就好了。把头发拉一拉，谢谢小灰灰的奶茶。好，会注意。哦，那会儿说一说，我有没有看见抖音上的那个赞？我有看见，因为我发现你们有艾特我。谢谢超爱吃香菜的奶茶。谢谢，真的好无聊的蹦迪。当时我在想什么？什么就是一直在那个什么 at， 我当时就是一看，哇，感谢这位朋友。对呀，就是抖音评论的 at。 对，谢谢小卖部的奶茶。就是那个脸挨高级，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在我的那个视角，我都感觉前面的人是完全看不到我，因为我一直感觉是平视，因为我就是我们这个队列感觉我被人挡得死死的，我就说这居然，还要说什么来着？那个，这个吧，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想 get 同款的，但是呢，我告诉你们，他们只能装耳机和充电器。谢谢美羊羊偷屎吃的荧光海，你怎么了呢？
你怎么就是你在偷什么东西吃呢？这是包，这是包，你看这是包。我就是要给你们打开炫耀一下我的充电线的。这是我的耳机，不说了。谢谢月耀耀的荧光海，谢谢光妈盒子的巧克力。Barbie， 这是包，这是长得像颜料桶的包。Hey Barbie， 我这个 Barbie， 对的，就啥都放不下，就是只能就装下这些了。Barbie， 但是我这个线太长了，它这边我都是这样子的了，它其实本来是应该这样的。谢谢 Wand XX89 的大闪，好久弄了好久。这样 Hey Barbie， 谢谢 X 是薯片的荧光海。 Hey Barbie， Hey Barbie， 谢谢大帅哥的蹦迪。 Hey Barbie，好搭呀，蓝色跟粉色。对，是的，是套上去的。今天去剧场看我了，谢谢这位今天刚看见我的朋友，谢谢杰老师的蹦迪。对的，哎，不不不，不是大白，他没有大白大，他没有大白大，有大白版的，大白版的是那样子，但是我没买，我就想买个小的。谢谢闪光点的荧光海。谢谢阵雨停了再相遇的蹦迪。去剧场看我啊，行行。谢谢闪光点的荧光海，谢谢 WP 的巧克力，谢谢啊阿晨不加糖的两个高级麦克龙。谢谢你的两份饼干，谢谢，谢谢，萱萱，在屏幕看我了啊！怎么卡了呀？谢谢 X 是薯片老师，谢谢薯片老师的皇冠，你卡了，谢谢薯片老师的皇冠，谢谢，谢谢，谢谢薯片老师。哎，皇冠卡没了，谢谢乐视薯片的老师啊，谢谢乐视薯片的皇冠，谢谢乐视薯片的老师。习惯了，我现在很习惯叫人老师，谁都是我的老师，大家都是我的老师。谢谢，今天公演的妆呢就是那个听从各位的意见，嗯，非常的就是没画的就没画，不该画的就没画啊，非常听取意见的一位朋友，确实我还蛮不容易的，因为都是我不听劝。谢谢偶像研究社的奶茶。就是之前的也不是不能画，但是就是确实是就是很浓，就是谢谢爱你是我的姐，荧光海，谢谢真的好无聊蹦迪，谢谢那个9:54的荧光棒，对啊，就是之前我一直就想的是，哎呀，我就是浓妆。不适合淡妆，我一定要浓的，不行，要不不好看。就是怕公演上看着丑，结果没想到，哎，好像今天是不是还行？谢谢许一的奶茶。对啊，今天就不叛逆了。妈呀，怎么突然想起这首歌了？好的，大姐，我会多多听取意见的。谢谢杰老师的蹦迪。
然想起这首歌，悲伤的人呢，你是否曾经想要离开过，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沉默。谢谢9:54的奶茶，谢谢谁不想有猫的荧光海。这个在未来会来。你也曾默然失落像我吗？谢谢是个好扎的玫瑰花。你是否也曾因为一句话在深夜哭到沙哑哑？你一样悲伤的人啊，随我轻声唱，请相信在乌云背后总有光。谢谢一盒的大手啊，好了，不一了不一了。谢谢星辰的大闪，我们的谢谢客无温音的大闪，别哭别哭，有什么好哭。谢谢阿纯不加糖的荧光好，谢谢变态学员大神，谢谢不能理解的大神，谢谢派土豆的大神13个，谢谢如何科学员部的大神，谢谢如比的蹦迪，谢谢我是轩轩的大神，谢谢绿月9本9的大神，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谢谢啊，谢谢浪浪老师，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谢谢谢谢浪浪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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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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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轩的大手，谢谢 Ruby 的高级马克龙，谢谢 Ruby， 谢谢 Ruby 的饼干，谢谢 Ruby， 谢谢声唱，请相信在乌云背后总有光，悲伤的人啊，谢谢偶像研究社的蹦迪，怎么会有突然刷到这首歌啊，这个歌单，这个歌单名字叫今天，哎，什么东西不知道，好的我知道，会来会来， XXBB 是谢谢爸爸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晚上好晚上好，谢谢许玉的荧光海，难道是什么，我之前以为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不是认识我，就是我之前总以为 XXBB 是潇潇宝宝，我以为是在叫雷雨潇，因为他之前就是潇潇宝宝潇潇宝宝，然后我就老看成在叫他，吃什么什么醋，谁的醋，护的醋，谢谢不能理解的大神，我只想到这个缩写 XXBB，是吗，你以前也这么讲，那我之前啊，我之前说过，哦完蛋我都不记得了，记性会不会太好，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哼，我不管了，我记性确实是差，但是呢这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我又不能就是篡位呢，我当时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事已至此了，没有醋 no 醋了 no 醋了，我一般接受事实我就不会醋了，
我跟你们讲，我这个射手座看开了之后呢，我就是接受一些这个事情它就是这样子的呢，我就不会让自己再想了，好吗？不会再纠结这个这种，真的是，你看我这记性多差呢，我不被提醒我都想不起来。尊嘟，为什么要学我的表情啊？你们刚刚是在学我吗？你们是在学我还是要这样看我呢？不要发车轮行吗？你不要发轮胎，我现在不是电瓶车。抱枕在呀。对，我现在是一位T雨森。哎，我跟你们讲，我当时就是我昨天晚上嘛，我就去找我的那个，哎呀，我的刘海打理了。我昨天就是晚上，我找那个我一直上舞蹈课的那个班儿。我跟那个老师说，我说老师，我能不能就是因为我最近肯定一直都没有时间了嘛，然后我说老师能不能就是我把我这些好多节的小课换成那个，就是不是好多节的那种大课，我说能不能换成那种私教啊，就是我这么多能换几节私教这样子的。然后老师说，然后就当时很晚嘛，然后老师居然回我了，我说哎，老师你还没休息啊，你早上再帮我算吧，早上再看吧。他说没关系，老王优先。然后我说哦，这么好，这么晚上帮我算。然后过了一会儿，再交1500十节那个四节那个什么私教课。我说怪不得就是愿意就是一下子这么晚就是打起精神为我算呢，原来是另外的价钱。然后我说哦，就是这是十节是吗？我还要再加3500。然后他说是的。然后我说那我下个月吧。然后他说为什么要下个月呀？咱们现在再说这个呗。我们就现在就定好嘛，我帮你约好换好课。我说我想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他说你们几号发工资？我说我5号发工资。他说5号发工资你现在就花完了？就这样直接说的。我说是的，因为我最近去了外地，然后之后也很多事情，就是暂时我下个月再来找你吧。就是感觉大晚上被像被骂了一顿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就是很正常，就是因为他也很好，就大晚上帮我算这些，但是突然这么来一句，我就感觉我自己像被骂了一顿。这么快就花完了，就这样子，你们能懂那种感受吗？就是还是有点伤心的，就是我觉得你问就是你。你这样太直接了，谢谢不能理解的大傻，谢谢不臭老师的好看，谢谢不臭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对，因为我当时，因为我现在全都剩下是大课嘛，谢谢咩咩木，谢谢我瓜妈的火锅，谢谢瓜妈。谢谢我的瓜妈雪雪，谢谢鸭鸭鸭裤子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裤子，谢谢你的高级饼干，谢谢。主要是这样的，我跟他解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认真的解释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没跟他说谎，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跟人家说谎，我就是正好把实际情况跟人家说了，然后。因为我当时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当时回呼市就是很突然嘛，因为我不想
待在中心，我就是我也想透透气什么的嘛。然后我心想，哎，那哎呀，然后就那个什么，但是刚好是正好是暑假，去哪儿都贵。然后呢，飞内蒙将近2000块，然后这一个来回，别把我吓死！哎，真的是，但是没事儿了，就当是拿钱来买那个什么。真的，我当时心中在滴血，因为这刚好是暑假嘛，一边滴血一边交款。但是我本来在想要不要坐那种就是高铁在倒啊什么的，因为没有直达的高铁嘛。然后呢，我当时在想要不要就是比如说我先从呼市坐到北京的清河站，再从北京再坐高铁再到上海站。但是我觉得时间这样都浪费在路上了，我又不想把时间全浪费在路上。我本来这一天我可以干嘛，比如说我可以早点到家，比如说我也可以早点到上海，所以我就不想就是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对，而且又很累，然后我就，哎，乖乖，真是乖乖。对啊，因为当时也确实觉得，哎呀，不应该待在中心，不想待在中心，然后就想，哎，去哪儿呢？回家。对呀、啊。谢谢不喜欢吃肉老师的用爱发电，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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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谢谢你的发电站，谢谢谢谢，因为这是我的家。说到那个家是港湾，我就常想的是这句。谢谢沧海老师的用爱发电，谢谢沧海老师，谢谢沧海老师 ，Oh my god， 老师，谢谢谢谢沧海老师，谢谢。啊，我没有真的流泪，但是我眼睛确实酸了，谢谢。雪飘进双眼，看不清那桥牌灯，哭了，真哭了。就是这个人呐、啊，这个情绪上来，好吧，是这个美瞳太那啥了。看着雪飘进双眼，分不清那桥牌的谎言。没事，我现在没有在播 emo 的歌曲了。这首歌叫什么 ？Touch my body， 哎 ，Don't touch 的反义词。Oh my god， 又是这首歌。开心开心，你们也是开心。我今天这样子也挺开心。虽然我还没有看公演录播，但是我有看到那个 cut 了，我已经看到动图了，感觉今天。这个造型确实还不错，我要多多保持，在符合风格的情况下。Of my life， 好的，这次我不任性，这次我不叛逆，这次我就听你们的。It's your golden love。风格，因为如果我要是跳性感风，我肯定不能这样子吧，我这样子就是太傻了，太愚蠢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这个样子跳性感风是不是会很愚蠢？是不是？这样可以吗？你不觉得我这样子，这副样子我关不掉，关什么东西关不掉呢？关大门关不掉，我这样只能关得住，关不掉大门，关不掉。关不掉就应该是，不是这样的。
关不掉就是对不同风格不同妆容，我到时候关不掉是这样子的这个妆，你们就是么？就是会不太符合感觉，人家关不掉，关的是那种很禁忌的那种铁门，我当时关着小兔子乖乖噔噔噔那种小门，对，我这样就一点都没有妈妈风，你们看我那几天，你们总是会有人喊我妈妈，你看我今天在弹幕上没有一个看喊我妈的，妈妈的没骂人啊，就是听完怎么有点奇怪，心情小李爱吃的玫瑰花。你就看是我说了就有的，不是我当时就是没说的时候也没有人叫我，所以说这就代表什么，这就代表我今天一点都不妈，今天不会让你们叫我妈了，今天只有叫我电瓶车的，我真是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我站在第一排所有人都要听我剪 MC， 然后就喊我电瓶车王电瓶，你觉得好听吗？真的很没有面子，这辈子最看重的是面子，你们在 MC 上不给我面子，让我脸蛋通红，是何居心呢？谢谢谁不想有猫的奶茶。平儿，关键是也没叫我平儿啊，叫的是王电瓶。这是叫我平儿就算了，你这很正经的说王电瓶，我就是是。重点是抖音也是，他搜索谢谢小贺困了的高级麦克龙，谢谢你的饼干，谢谢小贺的饼干，谢谢。重点就是你们就是叫我这个电瓶太难听了，我觉得这个名字打字打出来真的很有意思，但是你们叫出来怎么那么难听，王电瓶太难听了，你但凡叫的就是你搞笑一点，平儿，你但凡用这种语气我也不会觉得啥，你今天王电瓶在干嘛呢，好难听呀，你们也要分语气好吗，你们注意一下，真的不好听，我叫比较搞笑，不是啊，我就是让你们学我这样子叫，我这样子哪里搞笑，这样子叫很好听啊，我的妈呀，但是你别叫我叫太久，怕到时候叫的久了你们都不知道忘记我叫什么名字了，我还是叫瑞奇的。对啊，今天已经有两个人喊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左边战区一个，右边战区一个，你们俩谁也逃不了，你们俩就在那儿就像对手一样的，真是服了，我都不知道你俩认不认识。这一场就没有叫我妈的了，一个叫妈的都没有，我没有很失望，我只是觉得很正常，因为说明我这场一点都不麻，我只是再说一下正常，就是很正常的这件事情的情况。我不喜欢当妈 ，no， 别叫我妈妈。我在后台，好吧，我今天好像也没被吴伯涵叫妈，但是我们俩今天都穿错了鞋子，我们俩都穿了白鞋，忘换黑鞋了。嘟嘟嘟嘟。算了，叫啥都行，反正下一次叫我也是在19号了，还有20号了，是吧？哎，哪一场是三角函数？820，对吧？啊，819，哎，820，哎，20啊，
我跟你们说，那会儿他们在后台，就是我们公演结束了嘛，然后再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呢，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们20号和几号来着是公演，然后他们说19、20，我说哦，中间还能隔一天呢，挺好。然后他们说王瑞琪，我说怎么了？说中间隔一天吗？不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就是总感觉18号跟20号的这种感觉，因为你一说819跟八，就跟20号和819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中间像隔一天？哎，反正就是，然后我就被笑说可能在什么，在我的台阶王国有中间隔一天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粉丝叫小台阶，他说你是不是在你台阶王国又多过一天？我说哦，好吧。因为当时我当时中间还好，还隔一天呢，没连着。哎，有的时候吧，可能真是公演玩傻了。真是公演完傻了。对，就是一直我就觉得，哎呀，哎，但今天是几号啊？今天是13号。哎，那我们还有时间吧？中间没公演了。哦，已经14号了。14号了，我们中间有什么事情呀？我们中间没什么事情了吧？没有公演的事情了吧？没有。哎，那这天就是抓紧排练这个，排练这个，医院不用去了，没有什么毛病了。我美兵，我美 K， 我美兵。对的，我们今天早上10点就已经开始在排练了。就是在排练，就是这个天草公演的这个。然后我要在这中间呢，把那个这个周年的练了，自己到时候那个10周年的公演的练了，然后26号的那个唱歌那个练了，妈呀，中间又练好多啊！然后之后还要学那个 NG 的那个歌，也是在这周三，哎，17号，哎，16号还是17号，反正是那天要学那个歌。测完了，那个测完说我就是正常的过敏荨麻疹，然后给我开药了。对啊，真的好忙呀，太忙啦。所以我这两天一定要，我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些安排，我肯定要这两天就把这些全都搞定。天气好 ，ZA 的荧光海，那应该我就不说会不会过敏这件事了，我就不说，我直接就不说了，说了就会成真。嗯，但是挺好的，我现在最近还好，在家作息很正常。对，谢谢 Ruby 老师，谢谢你的皇冠，谢谢，谢谢你的皇冠，谢谢，谢谢 Ruby 老师。谢谢，谢谢老师的皇冠，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不一定有时间呢。虽然我也挺想去，但是真不一定有时间呢。我们肯定满满当当的拍。我们以前之前拍 MV，
做出来旅行日记那一天也是在安排的地方拍，所以真不一定，但是还是很挺开心的。我还真的很喜欢这次的歌呢，好听的好听的，因为这是我的家。说起来真的很搞笑，我排练家这首的时候，我们场馆，我们的场馆不是最开始是在那个我们中心旁边的那个什么吗？对，去年那个因为是有去广州排练然后再去的，但是这次好像没有就是去广州排练这种。我还说哎还能去俩地方，去年当时觉得，但这次好像不是。对，我就是不知道这次什么系列、啊、不戳了。对啊，不知道他到时候能不能安排一下，但是也可能，反正到时候看行程表吧。哎，我刚刚说啥来着？哎，我刚刚说啊，我说我在排练嘛，然后我们当时排练加这首歌的时候，我副歌就都不用担心，就是谁谁谁会看我这种，因为我直接就是正好在我的那个位置，我在柱子后面跳，你知道吗？我对着柱子跳，因为我刚好我们走到前面这个场馆这个地方，这是这个我这个位置跟我对称的那个位置，那个两个人前面刚好是个柱子，我对着柱子跳，快去吧，丢丢左边丢地方。我没有感情的对着柱子跳，真是隐藏姿态了，在面前。谢谢歪奇，这是幻吗还是什么呀？我是文盲，谢谢你的奶茶。啊，圆啊，我都不敢念圆，他有圆的我不敢念。谢谢墨鱼面的奶茶。对啊，整个在那个柱子后面跳舞，我就是在一直在隐藏姿态，因为我的副歌是根本看不到我的，我就是直接在这个柱子后面对着柱子跳，跟柱子有一个亲密接触。谢谢旺旺雪碧的荧光海。哎呀，对啊，但只是排练的时候，在演唱会上还是能看见我的。谢谢独坐抠歪的荧光海，谢谢静止不开心的蹦迪。啊，原是你老板的名字。如英语，哎，没事了，没事。啊，没看见我没把伞撑开了。哎呦，就是没来得及撑，我不是撑开了吗？最后，但是最开头，哎，最开头真的整个人挺尴尬的，我像个二傻子似的。就是我当时噔，我就跟冰冰就开始四眼相对，我这，怎么他就回头了呢？谢谢静止不开心的玫瑰花，我都愣住了，我真是服了。然后我头一探出来，我说什么情况？其实我一开始都没搞清楚什么那什么。哎，我一会儿真的要看看录播。啊，你们看见我头出去了哦。好吧，我到时候真的要看看录播。哎，话说我跟就是我们，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感觉我莫名其妙的又进入了一个团体。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队，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也不止我们队的朋友，反正就是大家各种就是自从之前在谁房小五房间还是在杨烨房间，就是一起大家玩了乌龙啊，或者狼人杀，或者是反正就这几个游戏之后呢，就有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里面我觉得人数都赶上一个队的人了，而且他这里边就是又有插队的，又有 S 队的，又有那个
小周，哎，小周也算是 S 队了吧？现在反正就是里边真的，然后现在就感觉又多了一个群，然后对，算是吧。然后他最近天天都在分享，然后这是这个玩什么的。然后我这一看，我说怎么，哎，怎么感觉都在草原玩？草原有什么好玩的？当时青青他们又发照片说，看这是马奶酒，看这是什么什么。然后呢，就是一柳儿说，哎呀，本来刚回家，以为要在家待着什么还是什么的，反正一柳也是跟他家里边也是去了草原，也不知道是哪个草原，都是草原。然后对，然后黄如也是会发他们的那个就是当时在那个什么的照片，然后都在草原。我说怎么大家都在草原，谁懂，我草原有什么好玩的啊？但也不是草原了，也不算草原吧，他们这些都是也不是我家，因为我家也不在草原。其实我也没怎么去过草原，我只有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去过草原，都有点忘记草原什么样了，但肯定风景是挺好的吧。我也其实算没去过的，我肯定也没算没去过的，因为小时候那种四五岁的肯定那个什么，确实挺好看，风景好看。我那不是老铁，我上次拍那个约拍不是在草原上，是在一个很偏的一个有马的地方而已，那不是草原，不是草原，草原是草，对对对，就是很偏的那种地方。谢谢哈哈辣的巧克力。我记得我当时也是跟小树时隔那么久头一次见那种比较有民族风情的地方。对的，因为我就是也不是住在草原，就是感觉在那儿肯定会很自由吧，应该挺好玩的。谢谢田馥甄老婆的巧克力。想去啊，那你得看你是想，但一般来内蒙都是想来草原玩，城市没什么玩的，就正常吃东西，给你吃胖好几斤回去了。是呀，我看他那个青青晒那个照片，我说哦哟，他们还去了那个什么俄罗斯风情街，然后拍了一张。然后杨烨说，你拍这个俄罗斯风情街就像我们呼市的那个青城驿站，就是他们去的什么啊，我们这是在什么俄罗斯风情街还是什么什么，就是拍了一张那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呼市的青城驿站是厕所，是公共厕所。就是很搞笑啊。不知道他拍的是那个俄罗斯街的什么，说我们在那个俄罗斯风情街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然后杨烨这么一说，我就发现，哎，妈呀，确实跟青城驿站长得一模一样，对啊，很别致吧，这个雅称真的不像厕所。对吧。谢谢谢谢，那你多来线下看看吧。对啊，不，以后就是谁想去内蒙旅游，你说你推荐你去青城驿站，你去了内蒙你就说青城驿站怎么走啊，想去那边玩。嗯，
不是，呼市很少有蒙古包的那种。哎，其实以前哎也有，也有，还是有，还是有的，只是不是每一个都那个什么。对啊，他们一听，哦哟，清晨驿站，哎，一听就是，这怎么着都不可能是厕所呀！这一下子，哎呦，厕所。谢谢田小伟的荧光海。哎，我也好多年都没去我们那儿清晨公园了，哎，还有夜市什么的。我天天就是在家，两点一线，在家吃饭。下楼跳绳回家，就这样。谢谢压压压固的的荧光海。然后唯一一次就是去买那个奶皮子蛋糕，那是我唯一一次出远门。本来呱呱给我推荐了，说哎呀呼市有家可好吃的夜市这那的，然后我说好呀，那你带我去。结果第二天啊他有事儿，结果第三天哎我也有事儿，得我们俩这次没有见面。哎对哦，还想问呢，我之前就是说呱呱他的就是摩羯座感情史是哪一期直播，哎有人记得吗？他很好奇，他想听听，他想看看大家怎么说的。我说你找到我录播不一定能看得到弹幕，他说哎呀就是想找找。谢谢丫丫酷的大闪，因为他很想看看粉丝们的看法。谢谢麦当劳的奶茶。然后我说这我哪找得到呀，然后我就去 B 站搜关键词，然后我就发现啊搜不到，然后就那么早了。反正我跟他说，我说我是很早说的，我说就是射手摩羯太虐了。然后他说哎呀我好想看看你粉丝怎么说的，我想看看群众的评价。没事没事不着急，我就是提一嘴。我跟他说这种很难找的，找不到的，就是真的是我随便提了一嘴。然后他说哦好吧。谢谢丫丫固执的巧克力。真的很搞笑，你们限评。哎，那要不就限评吧，史官就不用找了。哎，这要怎么说呀？就是，你知道吗？摩羯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射手逼疯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摩羯可能他有啥他不会说。他可能就是闷在心里，要不然就是他就是不跟你说。然后呢你射手呢又是一个你就想就是会搞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了什么什么的那种。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原因啊，我们才要把心结解开什么，真的会。但是另一个呢可能就是也不说，然后就是也很冷，但是就真的会把射手这样子会逼疯的，真的会疯的。然后呢就会也会，然后射手呢他就是，对啊呱呱是射手。然后呢就是我的评价，我当时他给我讲的时候，我的评价是我觉得这个摩羯他没有你爱他，没有你爱他爱你，就这种感觉。我说我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觉得就是就是你们知道，就是大概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 A 每天跟这个，哎，就是比如说这个射手每天跟摩羯说，不，就说一堆哇这样关心那样关心，但是摩羯从来不会主动怎么关心他，但是也可能是默默付出那种吧，但是就是没有让他感受到足够的那啥，都是射手在单独的付出，单方面的一厢。这样子的。但是我说那既然这样这又叫什么在一起呢，你既然在一起了就是要相互的呀，你怎么还是要这样。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射手太喜欢这个摩羯了，他很喜欢他很久很久了，就是。然后但是我每一次我就觉得哎呀呱呱好惨啊，然后就很心疼，就是那种就每哎
对啊，就是很不对等，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属于像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愿意，我也愿意去付出，我也愿意，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对我，还是愿意去付出的，除非你把我伤得很严重，但是即便你把我伤得很严重，我也还是会就是缓过劲儿来，还是会继续爱你。对，就是他也会说，就是一定要射手一直就是就发疯一样的说你到底怎么样，让我什么样的时候，摩羯大部分就是很冷静，他真的很冷静，就是他会把你逼疯，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冷淡啊，你怎么这样冷漠，我难道我们不是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谢谢阿姨的大赏，然后呢，然后就是，然后摩羯也会跟他说，可能也会说一些，在射手已经很疯的时候，就是谢少废话的奶茶，然后他就可能会说没有啊，你想多了，要不然就是没有啊，怎么，就是，要不然就是我很忙现在，然后要不然就是，我现在也没有空说这些，而且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问题，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但是，哎。然后这种射手真的会被逼疯的，就是我在这边，我心里心情，我这样子像五味杂陈，我各种情绪我都在这边，但是你一个字不说，你也不给我任何回，你就冷暴力我，这样真的受不了的，真的会疯的。但是又没办法，射手座被冷暴力还是会继续的，就是欠儿，你知道吧，这个星座。谢谢阿罗的奶茶，因为他永远很热，你知道吗，就是呱呱就是很热，舔狗对吗，哎，这个词儿我都说他好几遍了，也不是好几遍了，就没有办法，这本性啊。谢谢丫丫 good 的玫瑰花，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是说爱不爱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觉得他们已经不是说在讨论爱不爱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在一起了，我觉得在一起了，那情侣啊，我觉得情侣那肯定就是不应该这么不正常，不应该这么不对等。谢谢奇远的奶茶，你认识的射手都冷暴力你，真的假的？天哪，那是不是你也冷暴力他了？我觉得射手不会平白无故的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对方这样，射手才会这样的。谢谢超实地的荧光海，尊都假都，很有戏剧性，也没有戏剧性，其实很常见这种故事感觉。对啊，就是，但是因为呱呱也很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往好处想。谢谢闪光点的大神，就比如说会想，哎，他可能只是不会表达吧，他可能很喜欢我吧，但是只是没有表达出来过，就是肯定会这样自我洗脑，才会支撑自己再继续爱下去呀，这样子。但是始终这种事情还是要自己真正的放下来才能放下，但是肯定是放不下的，他一直很热情。谢谢阿罗的玫瑰花，谢谢小西同学的玫瑰花儿。没有办法，就这种卑微这种东西，如果你是真的陷进去了，你不会在意这些东西。谢谢小西同学的巧克力。他想了那首歌，我总是自我感动，把你的不回应当赌注，陷入无助的漩涡里，还想着还在乎。谢谢失控小张的蹦迪，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觉得浪费吧，我觉得他在就是为他做这些和喜欢他这些的时候，他也是在享受这个过程吧。因为谁会，因为如果他不喜欢他肯定不会去做这些事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喜欢，所以说，而且他真的喜欢他很久很久。我跟你们说，射手座一点都不花心，真的。这个呱呱认识他，认识这摩羯太久了，但是其实在一起的时间也
没有认识，就是可能才在一起一两年这种，但是认识的时间却超久，10年那种感情，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很长情的喜欢，所以也即便是再怎么样也不会就是想要把这自己这段喜欢就是那什么吧。所以说谁说射手座花心，我真是对啊，就是因为很喜欢，所以他会把他一切的就是你们可能觉得不合理的一些反应或者是行为，他自己会洗脑成这是合理的。喜欢很久变成了习惯，想抽离很难。嗯，但我觉得他就是他肯定不是只有习惯，他肯定还是喜欢。因为习惯这种东西，你们生活中有什么习惯呢？我觉得没有什么习惯是改不了的，真的就是他是靠这种喜欢的感情在支撑着，就是一边难受一边啊，他有一段时间特别难受，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的那种。对啊，所以我就是说这种时候，因为我也不会像他其他的一些朋友就直接骂他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就该分怎么的那种，因为我也不会什么，因为我也是这个星座，我不会去说，因为我能知道他怎么想的那种，因为就是大概就是朋友这么久嘛，我就是能理解，所以我就不会去劝我，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不想，你劝了也是白劝，肯定是不想呀，所以他才会发疯。对的，就是也不能劝，也只能是他自己想明白了，我安慰两句，然后呢就是可能过两天再就是摩羯那边又好了啊，再好两天，但是摩羯那边又忙了，那就再被冷落几天，就真的是觉得，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有的时候人遇上了就是遇上了，这个就我们那边就有句话就叫遇上了，你有些时候你生理就是要遇上一些的，你这就遇上了，你就是遇上了，就很难那样子。他俩也算就是从非异地又变成异地，然后但是异地你知道吗，呱呱会飞过去找他，一直陪他照顾他，就是异地他在异地这边忙工作什么的，他直接飞过去，他自己这边事情可能都不会怎么顾了，直接就飞过去天天照顾他。我说救命，老铁你这样子会不会，但是我能理解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问题，就是你要真的很喜欢你是真的不会，你不会 care 这些，你就只想就是在身边能看见他能陪陪他这样子的，因为你不看见他你肯定就会抓耳挠腮，你肯定会天天辗转反侧不舒服，你肯定是要见到你才会心情好，所以他就飞过去了呀，肯定就会想要每天都能看见，每天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唉，所以说呱呱真的是对，但是确实我说你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我也劝他，我说有的时候你自己该忙的事情呢，你不要完全的上，你也得该忙自己的忙，你也可以一边跟他一起一边怎么怎么样，因为他之前就是我是觉得一下子异地你自己也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因为我倒是没有过什么跑到这种跟他待这么久的这种这样子，就是也没有，因为没跟他事情这种就是怎么就是说一下子代入不了你知道吧，因为他那边呢是
反正他那几天就是感觉，我感觉就是有一点点，但也只能就是劝劝，这种事情都得自己能受。他不是正上头，有点好冷下，就是你知道吗，他就是下头了跟我叨叨两句，下头了跟我叨叨两句，但是他其实第二天又会继续上头，上头之后呢，结果又被下头了，再叨叨两句又上头了，不是，所以才我一直就很热烈，就是没有办法，睡一觉就上头了。前一天晚上，哼，再也不理他了。第二天，好喜欢啊，真很搞笑。对，毛松那家大妹，毛松那家好啦。大家，当你们问出这种有这么喜欢吗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们到时候如果自己遇到了的话，哎，但确实分人吧。我觉得有一些性格就很果断的，有一些性格可能果断的就会选择，哈，爱咋咋地那种。嗯，但是因为作为旁观者，那肯定把这个局势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如果你自己真正成为里面主角的时候呢，你肯定会说更多的幻想给自己吧，你肯定知道。谢谢 Christy 的荧光海，你自己是摩羯听着都累。对啊，就是我当时也想，就是如果换位想的话呢，但是，唉，难评啊，难评。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啊，就是啊，他不是不是啊，那怎么着了？那就是，真是像那句话。什么叫叫什么来着？喜欢人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吧？我也忘记了怎么说。因为他就是，那你就是不管对方怎么那啥了。谢谢懈怠的蹦迪。那不要呀，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因为就是听了这些故事又害怕去这样子。谢谢懈怠的荧光海，不是都说人就是活一些瞬间，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勇敢一点的，就是也不是说不怎么样要怎么样，我觉得开心的时候你就尽情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想怎么样的时候呢，就是有爱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尽全力的，笑死，像那种励志名言，有爱的时候尽情去爱吧。谢谢起个名字最烦的了的巧克力。不感兴趣，那对啊，那不感兴趣说明你也没有，暂时没有这种，那我觉得就是该忙自己的就忙自己，是不是？哎，哪个年龄段，这个不限年龄的好吗？而且你都哎，老铁说这句话的人，大家是这位邪帝朋友，一位就是你跟你老婆好好爱吧，这个年纪也是可以就是玩一些小浪漫的好吗，就是不要觉得这是年轻人的游戏好吗，咱们就是说啊，这个带他去旅行带他去玩乐这种又不是有年龄限制，咱们就是说，你说出来这个话才真的是。现在什么话题？就是本来在讲呱呱那个什么，他很久之前带他来过我手，但是已经好久好久。
其实有看过的，是很幸福呢，很幸福。啊，确实这歌很应景。哎，感觉这个录播也不要让他看了，也是全是恶评，看了怕更伤心。就跟他说找不到了吧。哎，是恶评，别看。哎呀，呱呱，没有办法，陷进去了就是这样，陷进去了。今天播到几点啊？看心情，祝福320，告不告诉我选择？出来了吗？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出来了吗？走出来。什么走出来了？人家没分手呢，老铁，没分手，走出来，手都没分好吗？还在一起呢，谁说分手了？怎么可能分手呢？我们呱呱才不会分手呢，我们呱呱怎么都不会分手的，我们呱呱这么爱，怎么会分手？笑死了。那肯定，他现在肯定也是有个人空间的，只不过就是说，当时就是刚异地那阵子，他也只是去那边陪了他一段时间而已，就是。可能摩羯确实也是很那个什么吧，就是我觉得摩羯，摩羯朋友们不要那个什么啊，我只感觉，我觉得摩羯就是这个感情可有可无，就是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情，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是可以有，但是也不用非得要有的那种感觉。就是吧，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好难过呀。因为另一方又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希望呱呱就是，但是这种只是希望，肯定他肯定也不会，他不会。是吗？你摩羯，那可能是有一些摩羯是我跟我刚说的那种。没有，我觉得有时候星座还是讲究一些地方的，真的。就比如说摩羯肯定不会像呱呱射手那么热烈吧，他热烈的那个程度，那毕竟不是摩羯会做出来的事情。但是指不定哪天哪根筋搭错了，也是不一定。人嘛，都是有一些。自己也会被吓到的另一面吧。对，因为我不是有一位就是闺蜜也是摩羯座嘛，她就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小女孩，很理智，就是想着赚钱，努力赚钱。白羊跟摩羯哪个更热烈？你这两个说出来，这两个当然是白羊了，当然是白羊了，怎么可能能赢得过白羊啊？不，你应该说火象跟摩羯比，也不对，火象跟土象比，火象跟土象比，那肯定是火象。
双子射手哪个更热烈？嗯，那我觉得这俩一样吧，因为我认识的双子其实我觉得能 get 到，互相能 get 到对方就是的那种掏心窝子程度，我觉得因为都是会一股脑子一热就是会很那个，火象自己比啊，不用比了，大家都一样。火象真不用比，但是虽然说他们老说射手座是风象的编外，老是说起什么的时候呢，比如说风象三个总是把射手也加上，就是现在搞的他又风又火的这个星座啊。对了，怎么又开始说星座了？哎，差不多了，其实不用好奇。完了，你又开始让我王白白了。真的，这个话题真是会没完没了的说的。王白白不开始啊，那天都开始那么久了，开始了，你已经开始过了。遇上一个能跟我一直讲星座的什么东西，属相。属相我不太懂哎，属相有什么说法吗？我只知道我奶奶从小跟我说蛇盘兔一辈子富，就是一个关于属蛇跟属兔的一些个生肖的那种句子。好的区推荐，哪个区都挺好的，看你干什么职业吧，干哪个区都有，哪个职业都有。属相不准对吧，我也从来没听说过属相的那种，可能是不够火吧，就星座还是比较火的。 MBTI 林属蛇。因为我奶奶属蛇。跟季节，那我冬天出生的，我是冬兔啊，冬天的兔子。小时候我都一直好奇兔子是怎么叫的，但是兔子它不会叫。对啊，因为奶奶是属兔，所以她才跟我说蛇盘兔的啊，雪兔。本命年，哎呦，因为我真的没听过兔子叫。我之前跟秋如是室友的时候，我们俩养过一只兔子叫地雷，从来没听它叫过。而且我觉得你们要是搜小那个搜星座或者 MBTI 的话，你只要小红书上一搜，搜过一次之后呢，没完没了就给你推 MBTI 的各种。我看见有一个画那种黑画版的 ENFP 的，好搞笑啊！说很难让 ENFP 黑化，如果黑化了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真的很搞笑。我说饿了都，但我今天已经吃过东西，明天再吃饭。我公演变异，我说的是变异，揣着明白装糊涂。现在不会吃的，太晚了，我安心早点睡觉了都。
我一会儿浅浅看一下能垫点啥吃，因为我今天早上在排练之前，就是在排练还有5分钟集合的时候，我飞速把那个4个王饺子，就是飞速在锅里做了个煎饺，哈哈。谢谢阿宇的大神，这是我的第一顿吃了4个王饺子 and 一杯柠檬气泡美式，自己做的。然后呢，在发车公演发车之前，我做了一份炒面吃，加了颗蛋，也是自己做的。这是我今天吃的东西啊，还喝了一盒酸奶，牛油果酸奶。就是在正常的时间，早饭的时间吃了早饭，午饭的时间吃了午饭。雪哥做的漂亮，美雪，因为那天是买的，谢谢好扎的，蓝蛋刷走了，啊，巧克力。然后我打算就忘记拍了，然后就就不吃了，太饿了那天。好了，大家，我要去拍抖音了。我这个造型要拍个抖音，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拍什么。我要去赶紧找找了。谢谢哈哈哈黑的蹦迪，拜拜！谢谢玉九的夜蝶，谢谢，谢谢你的蝴蝶，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嘻哈哈黑的。大傻，谢谢啾啾的权杖，谢谢啾啾，妈呀，你卡了，谢谢啾啾，谢谢谢谢啾啾的权杖，谢谢谢谢，好杂的大傻，谢谢 Ruby 摇摇不想长大的宝宝的高级麦克龙，谢谢你的饼干，谢谢 Ruby， 谢谢 Ruby 的饼干，谢谢歪胆的十个大傻，好了，我睡觉了。拜拜，我去拍抖音了。